都超漂亮的，它的大气的飞扬。可以请教一下，为什么你的包包后面有一个铸铁锅？就是防御力比较高啊，防御力加高，跌倒的时候才会有防御这样子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可以悄悄看，真的哦。没错，非常好， yeah, 真材实料，真材实料铸铁的，没错。我们要准备溯溪，预计时间大概要一个小时。然后昨天钓了一整天的鱼，啊，今天又是大太阳。右边是太钢溪，太小池的太，然后钢是三钢的钢，是河流的话就变汇流，就河流溪啊，一直下去。然后那个秀峦吊桥讲的就是远方那一个，那我们现在站的叫空溪吊桥，走过了空。嗯，靠右侧哦。好，往右摸的石头啊，身子尽量不要抓，能不抓就不抓，因为身子比较硬。哇，这边超漂亮的，对，有倒影。这边超漂亮的，我想来玩打水漂。这边就有那种岁月静好。对啊，好漂亮。这边也是一个备选的营地啦，然后地都整好。我们来找个比较平的石头。这种适合打水漂。把这个石头试试看。来找这块石头，我们来试试看打水漂，看可以打几个水漂。来打水漂喽。OK， 我们准备要溯溪了。外呢一定要有机制，哎呦，哇，
阶级的象征。成员的身边才是贵族啊，糟糕，是平民。我还在石器时代，我们都是搬那个石头来当椅子。石头人，没错，我们都搬石头。进化。他们喝水的话，就没有滤水器。好，大家可以去购。我靠，这滤水器，这滤水器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它就是用，然后它就是可以强迫过滤，里面就是一根滤芯。一根滤芯，然后你可以挤啊，它水就会出来。这就是干净过滤过的水。哦，是要挤，然后水就会出来。对，强迫过滤这样子。要不要过滤器？可能只是个人，我只能吸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这个也是可以强迫过滤。个人化的吗？对，这是个人也可以当工装，三到四人内都可以。我们现在来拍将军，来帮我们准备食材的过程，先架设装备。好，我来帮你们翻锅。这么大颗的蛤蜊哦！我靠，早上才买的，买的时候有点意外，这么大一个。哎，老板很好，老板付钱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就给他抬一下啊、哦。我们会用锅盖的，给他盖。锅盖不会，我们现在就没有锅盖。不过是有时候盘子会盖一下，不过这一道就很安心了，就不用不用分到对。烫。有味道吗？味道有咸吗？不用，可以啊。嗯，好。材料得超出预期，不错。因为我们用了两颗的羊，传统是烤料的。来，我看一下、哦、油。哇，就知道这个油。好，我要用这个油去逼菜，来，互相逼啊。像我们刚才的甜椒，我们的彩椒下来，我们的锅子发现锅子可能不够大了，没关系。我们画面是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没有酒，就干这边。没事。对啊。要被石化了，要变石头。锅子烧干之后，再倒一些油下去。嗯。这是保养铸铁锅的方法。这是暂时战地处理。哦，战地处理。回到家，回到家还是要把它会接触食材的地方，我们都把它擦一擦。那中间这一块是回家再处理。带温度计来。哎、欸，昨天烫，没有，等下手测就好了。我手就是温度计。哎、欸，这超烫的。对，很烫。那边还好，多烫没烫。这待不久，今天要起来了。对啊，这边很烫啊。这边都那么烫。你今天不要闪到腰啊，等下被你上下山呢、欸。就脏了，很重呢、欸。哦，要背啊！等一下闪到腰，跟矮两五公斤，公分。对，等下闪到腰，好重哦！你看刚刚逮的时候就知道它多重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他走整路哎、欸，将军太神了。他说这才是最重的。
今天几公斤？十二。到十。到十。这已经比我以前背的拐拐还重。他背拐拐的。都不先点兵。然后把那个线拉下来。对，先拉下来。有两种，有两种天线，一个是细长型的，那个是一般那种短天线。啊，你有背那个 RT2000？没有 ，RT2000是比较后面的，我们是老兵，背比较旧的装备，好可怜。RT2000比较轻呢、啊。嗯，差很多。新的装备，好，那我们准备撤舟。现在太阳快下去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往外面移动。对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将军带我们来体验、yeah. 这边是马钢温泉，太钢温泉，哎、欸，太钢温泉，太钢温泉，噔噔噔，太钢温泉，谢谢。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带着我们的那个小宝贝，我们的都宝一起来，对，嗯、都宝都可以完成，所以相信大家都可以完成。好，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的将军，还有特地准备这个铸铁锅，非常重，然后全程期待他，然后准备了很多道的料理给我们，那我们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将军。谢谢我们修哥啦，啊，有机会再一次出去玩。对对，有机会、欸、好，再跟我们的将军一起出来去哪里？下次、哦、去花莲啊、哦，去你地盘啊，去了给你招待啦，好不好？对对、哎，没有，因为我比较没有在朔溪跟北投。你在都市招待我，在户外招待你，可以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交换交换。好好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。OK， 那就下次我们再一起出去玩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可以收到即时上片通知。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持续制作影片的动力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画面是漂亮的，非常的漂亮。